就是那个 OK 绷，然后我这里很痛，所以我想要粘个 OK 绷。啊，选哪个好嘞？选一个比较丑一点，其实也没有多丑，很可爱。受伤了没有？也没有刮到吧？可是我觉得他一直弄到，所以不舒服，所以我要贴 OK 绷。OK 绷。Hello 火焰，他说有一次买木瓜牛奶，但是放太久，你秉持着不浪费精神，还是把它喝完。对啊，我超级不浪费的。可是我在想说，那个木瓜牛奶应该还可以喝吧？就是还好。它其实没有到完全坏掉，可是我也没有把它喝光，因为实在是有已经开始有一点苦了，所以我也没有把它喝掉。而且我那个时候我是一个蛮爱喝饮料的人欸，我觉得我越来越爱喝饮料了，所以就是很想喝，可能再加一点自己很想喝的感觉。这样应该会比较好一点，没有那么痛。好笑哦！我第一次用这种有图案的 OK 绷，可是因为想说雨晴送给我，我也没有用，就是没有用。就是我是一个有伤口也不太爱粘 OK 绷的人啦，其实，不然我超多伤口。Hello 尼哥，谢谢 mini con， お疲れ様で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也不少台的角色，以前不是就是保研半年少台的角色嘛，还好啦，也没有啦。我要跟大家说个问好，好，好多人进来了，嗨 ，Hello 熊熊 ，Hello 便当盒 ，Hello 尼哥 ，Hello Martin，Hello 红 A，Hello 阿当 ，Google 你好。Hello， 右星明晶，大家下午好，加速下午好，啊，阿萧下午好，汉娜下午好，雷蒙下午好，酷得体一下午，我、哦、这个 BGM 太多广告了吧，我决定我要换一个。Hello， 尼哥，谢谢你，谢谢你。要多 ，Hello， 米酒 ，Hello， 就 ，Hello， 一 ，Hi，Jeff， 还有好 ，Hello， 晨晨，你好，大家午安。雨晴居然会送那么可爱的东西，以为她一直是大姐姐。就是她去日本的时候，好像就买伴手礼吧，算是伴手礼吗？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送我们 OK 不？可能也不知道要买什么吧。每次买伴手礼都不知道要买什么，我也是，就是可能只想到就是可以买吃的，但是就是想要说除了吃以外还可以买什么，就是比较特别的之类吧。Hello， 可是都蛮久了，就是他去日本已经去年了吧。Hello，Hello 阿华 ，Hello 维爱 ，Hello 北极星。那你宜兰有买什么回来吗？我们买了很多，伴手礼，但是我在想这个要不要讲，因为节目里面可以看到我们买伴手礼的部分，大家可以就是期待一下。Hello， 我是哥哥，每周二的下午四点，这周停播，所以本来的话今天应该有播嘛，然后我们下个礼拜会播我们的宜兰之旅。然后宜兰之旅呢，我们体验了很多东西，大家可以去看，然后就是看一下我们玩了什么有趣的游戏，甚至是就是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对，下周一定很精彩。我在想说，我现在好热，要不要开冷气？开。我来了，雪玲一样。
送的最简单。对啊，我也觉得每次伴手礼就送吃的比较简单。可是好卡哦，大家会觉得我很卡吗？牛咖饼啊，牛舌饼，牛舌饼好吃，好想看你们去宜兰那一集的哥哥，等不及了，快了快了，下个礼拜。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笑的东西，看预告就觉得很有趣了。我们真的是玩了很多东西，有阿乐感觉应该很有趣，阿乐姐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而且她很好聊。Hello， 谢谢小E的油桐花，是有点顿顿的。有一个很好笑的东西，就是我们穿很好看的去吃那个 buffet， 然后大家看我的刘海超丑的，而且完全没有人提醒过，大家都觉得好像蛮正常，但是我的刘海超丑的。阿乐已经变姐了，其实我好像也没有，我有叫她阿乐姐吗？我好像也只是叫阿乐，但是我想说要不要叫声姐。虽然我也快要变节了，年纪不分。林一说我是游戏黑洞，你们去看啊，你们去看就知道我是不是游戏黑洞了。我神 carry 好不好？神 carry。可是我觉得我胆子还蛮大的。今天哥哥只有 buffet 的影片吧？对啊，因为我们下个礼拜才开始播。我是游戏黑洞，等看完再跟你讲感想。对啊，大家记得要去看。Hello， 老沙，下午好。你今天你射箭那个姿势感觉不是很妙，哪有，我射箭超厉害的好吗？我是怎么说呢？其实我以前有射过箭，可是小学的时候了，是小学的时候了，所以其实我是射箭经验者，但是我射箭没有很厉害。硬要说的话，林雨欣啊、小迪跟诗雅都比我厉害。好，我说小迪跟零一好了，诗雅也还好，这样。谢谢笨猫的油桐花，老沙的掌声鼓励，阿贝桑很厉害，对，有用专业的弓箭，没有，也是那种，我那时候小学是那个康乐营，就是我们。整个班级一起去宿营，对，然后有体验一些游戏的那一种学校的户外教学吧，应该算是。对，某位成员buffet可以边吃甜食边吃学习，哎，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好吗？看你们出去玩的开心，自己也觉得很幸福，就是很棒。就是我很开心，就是能够有这次的机会，就是去宜兰，跟就是我没有想到，就是真的能够实现我的愿望，就是很快，我很喜欢跟他们一起出去玩，然后就是能够把这个当一边当工作，然后又一边玩得很开心，我觉得就是很幸福吧，也很幸运，就是居然就是可以然后碰到那么好的事情，然后制作人也很用心，就是帮我们就是。找了很多有趣的活动，然后有趣的活动，然后就让我们体验了很多啦，然后也玩得很开心，这样子。对，当然最开心的是吃啦，吃一波。工作就是玩乐，然后也很开心，就是可以泡到温泉。对，工作就是玩乐。哎，我想一下，而且这是我们第一次四个人住同一间房间，就是对，虽然这个没有拍到，但是就是我们四个人就是一起睡同一间房间，就是对，之前是两个分开，就是我们是隔壁房间，然后这次是四个人一起，对，我记得预告都没有写，拍 MV 的时候是上一次吧？拍 MV 吗？嘿，
认识大家，我从昨天晚上，昨天开始感冒。你们拍戏哦？对哦，夕阳也是同一间，对，我忘记了。对，可是夕阳有做什么？夕阳没做什么，就是，对，夕阳也没干嘛。其实这次也没干嘛了。我跟林一同床，我这次跟陈夏一起睡，对。我看一眼，对，我忘记了。可是这次真的是很开心，就是我们分开，然后我们一起四个人去泡脚。感冒了吗？对啊，对啊。我以为我没有感冒，总是昨天前天开始喉咙痛吧，然后昨天就蛮冷的，昨天就头昏昏的感冒，然后今天就有点感冒。你们拍戏啊，感觉很赶，所以没什么记忆，感觉很赶。嗯，对啊，也是这样，没错，就是满满的行程这样。感冒了，对啊，感冒了。所以我想说，我今天本来要播久一点，但是我想说我应该播一个小时左右就。要多喝温水哦，直男。你应该叫我去看医生。哈哈。我会去看医生的。你感冒就变得很多看医生，没关系，医生看一次就够了。我一直在呛你们呢，你们不要生气。谢谢阿华讲的 love， 我一感冒就变得很温柔，有没有？声音也完全不会很尖，有没有？Hello 米酒 ，Hello， 谢谢啊，讲的 love， 卡杰德斯，ミニコンお疲れ様で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嬉しかったです。楽しかったです。ミニコン楽しかったです。大家ミニコン、大家ミニコン怎么样嘞 ？Hello， 盖美包，有没有一个钟头啊？身体健康比较重要。看医生叫施雅玲一介绍他们的一个饭去看，什么意思？ミニコン很棒啊！我要讲冷笑话，英主最棒，谢谢。谢谢米酒的油桐花。比起我们怎么想，比较想要知道你的感想。这是樱花组的整合很棒，一体感很棒。谢谢你们。他们有个饭是儿科医生，小琴的表现很棒，虽然我看不到。就是这次吗？这次我觉得，事实上我们准备的没有到那么的，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公司一直在评估能不能够，举办 mini concert， 然后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到真的说整个，你觉得我们在休息的时间一整天都在练 mini concert 的事情，就是我们也是没有到真的很足够完全超多时间去练习 mini concert，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硬要我讲的话，我自己是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就是我们有彩排嘛，然后我是觉得彩排会比较好，就是彩排的感觉比较好，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啦，就是因为我还是有跳错，我在彩排的时候没有跳错，所以我觉得彩排的时候比较好，对我而言。然后，但是我觉得，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但是我自己觉得这次跟上一次的 mini concert， 我们第一次的初登场的时候，其实已经。都有进步吧，应该有进步吧，就蛮开心的。我觉得我结束之后看到大家的，就是我会看一下我们队员的样子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开心的，就是也不是说我这边跳错什么，或者是说这次好紧张，好像没有发挥的很好，就是没有那种没有太多这种的样子，会觉得那其实这次是做的还不错这样子。
confession 表现好很多。我跟你们说，我觉得一整个 mini concert 里面，我 confession 跳的最好。confession 跳的最好。你要记的东西太多了，小错误没关系的。我觉得这不是说什么小错误没关系，或者是我记的东西有多多。首先，这个怎么说呢？我是觉得没有那么多借口可言啦，就是我自己也不会想要给自己借口，就是会觉得跳错不是一个，就是你可以跳的不好看，但是跳错是你的跳对是你的责任，所以跳错其实我有点小懊恼吧。对，小错就算了，那个大错大家就把它封印掉吧。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包容，我下次会做得更好。虽然我只能一直看你的小辫子认认，不过看着你的表演还是有很大的进步，谢谢。正面看到 confession 啊，开心！我真的是 confession， 真的，我要为我自己鼓掌，就是比个赞。虽然也没有说有多厉害，但是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有进步，因为我之前跟你们分享，我之前对 confession 这首歌就是非常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是我自己选的，就那时候是小青说了算嘛，就是我自己选的哦，有新歌选新歌，然后。对，然后我就选了 Confession 这首歌，但是实际上我知道我要跟易云阿帕年跟雨露一起跳这首歌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想说，哦，他们个性也太强烈了吧，我该怎么办。然后我那段时间又被老师说我跳我不知道为什么跟以前比突然多了很多包袱，就是我变得没有那么就是抛开一切的去表演 ，confession 特别明显，因为 confession 是一首很吃感觉的歌，它是就是很吃感觉嘛，我知道你们懂。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被人说我没有 feel， 我不够，我有，我可以很好，但是我不够，然后。会被其他人挡掉，所以也不是放下偶包啦，就是太标准乖乖了，懂吗？就是不够狂野，就算我自己，就是我自己脑袋有一个形象，但是我好像就是太固定那个形象了，然后也没有放开，但是就是不够啦，我自己觉得有放开，但是可能不够吧，然后。对，上一次的话，上一次是还可以吧，然后这次的话，我觉得在这我就在唱歌而已啊，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但是我是每一首歌都很用心的去唱歌，是唱歌哦，然后 confession 也有努力的，其实也不是努力，不用努力来用，就是 confession 也有用心的把那些歌词唱出来，然后。舞蹈也跳出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唱歌的同时，就是把那个 feel 表现出来，就是我有比较说，怎么说呢，就是跟着自己感觉走吧，对，没有说特别去揣摩什么，就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就走，对，然后我这次在 mini concert 表达的东西是。我每一个字都很用心的去唱，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到，对，因为毕竟我们很多人在唱歌，所以我不确定我的声音有没有听，你们有没有听到，就我自己听到我自己的声音，但我不知道，因为还有其他人在唱歌，所以也不一定你们听得到，但是我就是每一个字每一句我有唱的我都有唱出来，然后都很用心的去唱。说不定你会听到我有一两句唱错歌词，不小心唱错歌词，好啊，这也是小懊恼的地方，哈哈。而且这次 MC 蛮有趣的 ，MC 就是也是进步吧，但是就是还可以做得更好，你们懂的，我就不说了，这个有点小脆弱，也没有脆弱，但是就是需要进步的地方吧，对，我们自己会检讨。嗨嗨 ，Hello 黑雕，对啊，这就是我这次吧，
这次比较用心，就是想要大家回想的时候就是感受的事情。对，有进步才有惊喜，谢谢谢谢。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进步，就是很多东西是你做了之后进步，好像是别人才会看得到了，就是反正用心全力做了之后呢，有没有进步就靠大家的眼来评分吧。我们就把自己应该做的做好就好了。谢谢浪客的童花饼。刚刚你们是不是讲很多事情？感觉到你们很投入在表演中，那就好，那就好。毕竟我想说，该做的都做了，然后。该做的都做了，然后毕竟我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也没办法看到我自己的表演，也没办法看到我的同伴们是怎么表演的，所以而且尽管练习了那么多次，正式表演还是会跟练习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也是无可避免的事情，所以我想说就是也是靠大家怎么来怎么评价啦。对，我蛮喜欢听你们讲的。对，很多朋友说樱花整体感很好，都说是头目的功劳，谢谢。可是其实头目好像也没有真的做到什么东西，我觉得就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经验啦。对，可以看看出局跟风铃超组的表演做个比较，可是我也没有法去看他们表演的，实际上对啊，就只有你们可以看得到，下次可以去争取个什么观众席，可是我觉得不行，我之前有讲过了，可是后来好像说就是不行，然后宁愿就是那我希望你们就是多一点，不要霸占你们座位啊，让你们就是有机会可以去看比较好。头目不是还要请大家出国玩吗？还有九年又十一个月，27天。哎，不要帮我倒数好吗？出演唱会 BD 吧，不是每场都有录音。可以做音控系，不会被发现，看录影就好啦。10年出国计划。可是我希望，我知道我们樱花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地方吧，我自己觉得，因为说真的，我觉得没有100分，就是我觉得大家没有100分。我这样讲好像有点严厉耶，怎么办？我也很想要称赞他们，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一直称赞，我们不能一直就是沉浸在称赞里面，因为我知道粉丝们一定会就是给我们很多鼓励，那我们有时候其实不能一直全部都吃掉，就是还是要有一点就是怎么说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可是对啊，可是我也没做好。我其实回到我是很开心，而且我最感动的地方是樱花瓣的。樱花瓣你们这样来跟什么 Sakura call， 就是对啊，很感动，还差点哭出来。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要哭了，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哭了，但是我知道我们都禁住了，因为下一首歌是 Love 休息，就是想说要好好跳，因为这不是最后一首歌，我们还有两首歌，所以不能现在哭。樱花瓣怎么会放中间？就是考虑到了其他的趋势。我在场外打 call， 很想哭。Sakura， Sakura。对啊，樱花组很棒，我觉得大家都就是很用心，对。而且我很开心，就是这次有全员上，就是齐慧也可以上场，然后跟他一起跳舞，然后对。
最后一首歌《夕阳》的时候，就是十三个人这样，就觉得很棒。希望下一次的 mini concert 就是可以更加进步吧。我一直很担心我的喉咙，我不太不会在外面喊莎莉亚，干嘛要喊莎莉亚？只差柚子回来，樱花组就到期了。喊着这一跳 Love 休息也有不同的感觉。我每次跳 Love 休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发现这首歌，我就是每次跳 Love 休息都特别的兴奋，就是特别兴奋，就很看得出来我真的很喜欢 Love 休息这首歌，很好笑。而且我觉得 Love 休息这首歌为什么那么开心，是Love 休息是我最能够看到很多人的一首歌，我的看很多人的意思是说，我表演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个转头的动作，然后会看着成员，看到成员们，然后也是因为不是会走来走去嘛，然后经过不是也会看到嘛，我就会觉得很好笑。而且Love 修行本来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很多跳跃的动作，我会觉得很开心。想看小青跳 Waluki， 好，希望有一天会跳 Waluki 哦。Hello 强生 ，Hello 落日一笑，转头点头。虽然我看不出来，不过林一说这次还是有人跳手啊，就刘晓晴啊，就刘晓晴的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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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把它放在心中封印掉好不好？我真的是死都不想要承认为什么我会在那边跳错，我真的是很傻眼的，傻眼掉，好想看一次晓晴的 baby baby。可是大家有看到我的脸吗？我的脸是完全没有变的哦。我看不到跳槽，我的脸完全没有变。超，我觉得如果你们有档案的话，如果有档案的话，你们看就知道我超明显的，我自己一个人举手，我举屁手啊！啊，举手之后啊，跳错了，就是完全没有注意到跳错，就是我的厉害之处，我真的就是很厉害，我怎么那么厉害？就是。我有 feel 到我的表情完全没有变，就很合理化，合理化。但是事实上我就是跳出来，而且超丢脸的。你知道后面，而且我那个时候站中间，第一排正中间，然后一个人跳错，然后后面的人全部都看得到我跳错，然后结束之后，哦，我跳错了。然后他们说我看到了，我知道我知道你跳错我真的快笑死了。看到守门要来得及。看是谁，不是来不及，是直接跳错，笑死！我自己是怎么说？我自己从来没有跳错过那个部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跳错。厉害的是错了还没有被发现。这算是 C 位跳错，那不是跳错，是临场发挥，在前排的时候跳错，没事啦，我觉得。也不是每次，就是反正是过去，我也没有办法马上跟你说啊，但就是我也没必要一直纠结在我自己跳错这部分，但就是一个不应该犯错的事情啊，对啦，好，下次不会了，我下次要再努力一点。我觉得我还有，我真的需要进步，就是我不能一直这样子，因为事实上这是我们的应该要做到的事情啊。好啦，不讲了，讲那么多深奥的东西干嘛？就是开心就好啦，就是大家开心，我们开心，就是很久没有见到大家，最重点是我们很久没有见到大家 ，mini concert 可以见到大家很开心。虽然我一开始有想过，如果是梅，因为我们是梅花溪嘛，然后大家也戴着口罩，我会在想说大家会不会没有那么热情呢？结果还是听到你们很热烈的喊声 call 啊，喊 call 也好，或者是回应我们也好，我都觉得很开心。对，然后意外的，我以为会感觉人很少的感觉，就是你知道，就是座位几乎砍了一半嘛，然后我就在想说会不会看起来人很少，但结果没有因为你们都有拿那个
荧光棒，然后应援棒，然后就觉得怎么说呢？你们都拿起来的时候就是亮亮的，我就会觉得，其实很满耶，不会说真的说很空的感觉，就是我会觉得很开心，就是看着他，哦，好嗨啊，就是很开心，谢谢华华的告白气球，跳来的不易啊。对，所以就是隔了那么久，就有一种啊好久不见的感觉。对，希望你们也玩得开心。啊，我还是想要称赞一下我自己的 confession， 这支 confession 跳得很好，对，也唱得很爽啊。对，唱得很爽。回来了 ，Hello 邦家，谢谢熊熊的告白气球。有看到粉红色的花海吗？我觉得我没有全粉红的时间，你们有全粉红的时间吗？我记得夕阳很好看，夕阳的时候很好看。粉红色樱花瓣的时候是全粉吗？就很好看。看小琴，看到小琴真的很开心，我也很开心。樱花瓣大部分都是转粉色，就很好看了。对，夕阳会转成橘红，对，没错，我有看到，就是很开心，对，嘿嘿嘿。哎呦喂啊！以后应该会有一点花絮之类的吧？对，期待哦。对，而且很快又有第二次，就是很近的一次的 mini concert 了，所以就是可以也再期待一下。没有，这次没有抢到票，大家也希望那天可以看到大家。可爱的小心耶！ Yeah，绿草地会绿，绿草地会全绿，勇往直前会橘色。这是大家都在重新磨合，找出感觉重逢的喜悦。对，可家喝点温水吗？就是有点昏昏的感觉，生病的感觉。希望这次录影片可以出 baby 和 confession 或是樱花瓣。樱花瓣，我想一下，樱花瓣真的很开心。晚上没有工作了吧？有时间就休息吧。我最近超级忙碌，我也觉得我自己很棒哎，就是你觉得自己很棒啊？我不知道，我就是很想要称赞一下自己，就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我有点太自以为是？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很想要称赞一下我自己，就是我现在要公开告白自己，刘小青就很，我真的觉得刘小青很棒，就是她真的是棒，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我只有棒那个形容词。哎呦，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还没做完，公开表扬刘小青，还要称赞一个人叫林玉云，林玉云真的很棒，林玉云要成为我的尊敬对象。再称赞一下林雨欣，林雨欣最棒。称赞一下樱花组的所有人啊，还有一个人就是，对，阿幻也很棒，雨露也很棒，等一下哦，美玲也很棒，晨晨也很棒，哎，晨晨很棒，晨晨怎么那么棒？阿丽生日快乐，阿丽也很棒，祖祖也很棒，齐慧最棒，然后。还有一个人啊，雨林也很棒，诗雨也很棒。还有一个人，我郑重的在这边郑重的夸一波他，就是我们的小布丁。小布丁真的很棒，觉得自己很好的时候，称赞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啊。我刚刚怕你们觉得我偏心，所以我把成员们都讲一遍了。
就是真的家瑜真的很棒。有一次我忘记我要找哦，是这样子的，有一天下大雨彩排吧，下大雨，然后我没有带伞，我就拿着我的外套下车，然后就刚好看到布丁来，然后我说布丁，然后就跑进了他的伞里面，他说你还好吧，你还好吧，怎么这样，我们就一起撑着那个伞。哦，他给了我一把伞，然后我们一起走进去。然后后来我要把那伞还他的时候，我就说布丁，布丁，布丁，然后他都没有听到，我就说郑佳玉，他说嘿嘿嘿，怎么了？这样，然后别人就说我很凶，没有，我就喊了，我说对不起，我刚喊你布丁，你没有回我，所以我叫你郑佳玉，郑佳玉。布丁很暖的，我想说布丁真的是每次我就是我有时候很累，就是还是要跟你们说一下，就是我有时候很累的时候，我要想说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总之心情不好，累就心情不好，就想吃东西嘛。哎，没有，先不管吃东西。然后他就会过来说桃木加油，然后桃木抱一抱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很暖。嘿嘿，怎么了？这样。被称赞原因是不是表演很棒啊？而且布丁也进步很多，你会看到其实布丁是我们樱花组里面跳跃最有那种跃动感的人，你不觉得吗？大家胸屁没有胸他，对，而且很顺，谢谢，这次音组超赞的，舞步整齐度都进步超多，谢谢。好呢，对。然后就会就是他都一直抱抱我，然后我觉得布丁越来越亮眼，就觉得很开心，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发现布丁的可爱之处。 No 布丁之前也是有另外花时间激烈感，我还是偷阿潘在舞社练舞，在舞社练舞 ，no， 对啊，就觉得就是他真的进步很多，也觉得他越来越亮眼，就觉得很喜欢他。头目的闪亮让他变得更亮，我觉得不是我，哎，不是，完全不是我。我先说完全不是我的问题，就是我完全不认为是我有帮他什么，就是他。说真的，我觉得他帮了我很多，反而是因为我觉得是他怎么说呢？他自己很努力，我完全没有帮他。他是一个让我不需要去觉得我需要再多余的去教他去做什么，或者是说怎么啊？算了，其实我也不太会教别人做什么，但是就是我不用去。他是一个我很放心的孩子啦，就是他很棒。虽然我有时候就是很一直抱着那个瑞婷，然后他还说我呢，这样，我就说嗯，布丁，当个火柴人，燃烧自己，点亮别人，两个好孩子，什么好孩子？像辛苦两位老妖成员。二级生舞蹈也很棒，这次对，就是我觉得反而是布丁，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气氛不太好的时候，布丁还在做好他自己的时候，就对我觉得我可以就是更加去加油吧，因为有一段时间其实。对，我还在摸索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当一个领导者，然后觉得很难，很大压力很大，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完全没有人告诉我可以，我应该要怎么做，然后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分三组了，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别人就是其他。组的成员就是变成我们分开各自在努力，他们也没有时间吧，没有时间去顾虑到你，
这组怎么样，他们自己也已经很忙了，所以就是我要去学习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啦。然后我确实没有做得很好，我到现在都没有做，我从来不觉得现在自己有做到多好，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点知道我自己该做什么吧。对，就是以前是我不知道，我当了组长之后我也不知道组长你到底要做什么，到底要做什么才，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但现在渐渐的知道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吧。对，这样子得分这是上选吧，让阿宽更积极，阿宽也帮了我很多，阿宽是我们的 MC 担当，帮忙订饮料，订饮料是谁订的啊？我很想，订饮料是我举手先，有人要订饮料吗？我也要订这样子。提议的人，对，不是都要问议员什么好喝？对啊，问议员什么好喝？议员喝什么？我喝什么？啊，议员喝无糖，我喝微糖。哈，喜欢议员。对，就是这样，硬是多一点点糖，对。然后呢？我要讲什么？小新一定是最用心的组长。也不能这样子说吧，反正就是我不知道啦。我是觉得大家都在努力，就是没有说分用心跟不用心，因为大家都在用心，看你，就是看你怎么去想吧。手头上对布丁 ，Hello 布丁，喜欢布丁。不管哪里是，谢谢你们哦，请大家继续支持 UNI 撒哭啦。你做自己就很好，现在音组的感觉就很棒了。不行，我是一个超坏的头目。吓死我是一个很凶的头目，既知是的，船长叫头目怎么坏法也没有啦，其实也没有多坏，我是个好人，我是个善良的人，对对，我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沙主很棒啦，讨厌死了。小琪会凶起来吗？我不会凶人啊，所以我不行，可是我不要让别人欺负我，所以我现在要学会凶起来。派你，你们有打算去撒利亚庆祝表演顺利吗？我觉得我们差不多该时候去约一个庆功宴，但是我觉得有点太快了，至少要在下一次之后，因为现在还不能那么松懈，因为不行，我不能让他们松懈，拜托不要让他们松懈好吗？大家多多支持就好。对，我们下次结束之后，我们就去吃一波。今天要去哪里看？什么是派啊？到底？超级认真的样子，我很认真，每天很认真啊。帮你去凶布丁，布丁会在想为什么是我。餐厅可以偷偷订，凶的台语派，那我负责订小慧，头目请客，没钱，
雷月星请客啦，甄诗雨请客，甄诗雨是姐姐。哎呦，呼，原来林有钱，没有我就随便讲一下，大家都差不多。怎么歪掉了？彩铃钱，嘿嘿。大家。我们下次直播要两个半小时，好酷哦！一定是那么久吧？也没有，灯掉下来了吗？也没有，只是我想说要不要调亮一点，是不是怎么了？还好，现在又弄好了。我现在是修手机架达人。刚刚那首歌是少女时代的 Baby Baby， 两个 Baby 而已。现在是晚上，所以还好。这是什么？诗雅哥哥给各位的小小惊喜。AKB48 Team TP 歌曲创造乌克丽丽版，我听，我听，哥哥。好听哦，我刚刚看到，这是刚刚发的。诗雅哥哥唱歌。请大家去订阅 Hello 我是哥哥，刚刚发的。全部哎、欸，好酷、喔！
表白还来得及，恋爱这里敏感代表幸运，运气概率简单也最复杂的秘籍。可爱，好听哦，好棒哦 ！GDP Medley， 耶！我现在没办法唱歌，大家请不要逼我唱歌，我唱歌可能我鼻水就出来了。我现在没倒下就已经很好了。现在没办法唱歌，现在没办法唱歌，大家，下次，现在没办法唱歌，大家，下次有。谁的歌？ Bruno 的歌。 B-U-O-N-O 惊叹号。我刚刚忘记我要讲什么了。话题一去不返。我今天本来想说可以来聊个 mini concert， 然后也聊完了。对啊，其实这次是啊，这次是蛮那个的，就是这次是会员限定，但是下次就是公开的，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期待一下，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看。谢谢傅伟的剪刀，樱花糖没有看到。QQ， 那你就有点可惜，因为我真的觉得真的很开心的。还是深雪，厌世深雪，还没有看到你的业配，哈，要业配好，我今天我要发完最后吧，算是最后一张 mini concert 的照片，然后明天我再免费演示升学针，然后看还是会去看小青的，期待。这次的 mini concert 很棒，超级满足 Lucky。他的音酒也蛮好的，下次见。对，我们下次见。然后还有什么？下一周二的 Hello， 我是哥哥，大家记得要收看。然后下周五会开始播 DD52。的第一集，然后大家可以关注 DD52 的 YouTube channel， 跟好像会在中天跟 ET 什么，对不起，
突然忘记了，脑袋用不上，就要开始播了。对，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等一下我看一下好了，好像是九点前。我真的很想要赶快播一播，因为有很多很好听的歌，很想让你们知道，就是我很想哼歌，你知道吗？我的歌真的很好听，特别是粉红梅花的歌真的很好听，所以很想要赶快让你们。不知道下周我会不会刚好是你，对，我有跟，可是我有点害羞哎，如果直播看节目的话，唉，我记得是每周五晚上9点，林格世代 DD52 官方 YouTube 频道，我记得好像中天也会播，对，然后忘记还有一个平台，但是我有点忘记啊，爱奇艺台湾站也会播，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啊？是 ED Today 吗？ED Today 哦 ，YouTube ET Today 首播，然后中天综合台、台视、爱奇艺台湾站紧接着播出。对，谢谢开心的星之冠，爱奇艺加油蛋，到时候一起看吧。可是我怕我会很害羞，先跟你们说，第一集应该很可怕，反正就是很可怕，没关系啊，算了啦，算了啦，就是我做过的事情嘛，没关系啊，很害羞哎，真的很害羞，好啦，就这样，预防针，请大家不要觉得我很难看，大家如果有认识的人觉得小新很怪的话，你就说真人比较可爱就好了。啊！海选或者甄选还是应该对首录，对啊，差不多，反正就是差不多选人这样。现在开心剪刀。我不知道我好还是不好，因为我也不知道播出会怎么样，但是。我不知道啊，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眼睛长在我脸上，我没办法看自己，所以我也不知道其实实际上会怎么样。但是，就是蛮多滴滴朋友跟我说，其实觉得我很可爱，或者是说我还蛮厉害的这样子，就是还蛮可爱的这样子。我在滴滴52只走可爱路线，请大家放宽大家的眼光。自认自己是个可爱的人，我是，谢谢熊熊的星之冠，我的弟弟朋友们，本来就可爱，世界第一可爱，耶、yeah, ！闪亮闪亮，我希望我的闪亮闪亮能够在DD52，从DD52开始传播到全世界。小琴闪亮闪亮，很好笑哎，弟弟朋友，闪亮闪亮，大家一起闪亮啊！世界的小琴，对，好了，差不多，我要念个排名，然后我们就结束吧。第十名是综合滴滴喵喵，谢谢。第九名是阿当，谢谢阿当。第八名是傅维，谢谢傅维。第七名是马婷，谢谢马婷。第三名是开心，哎，不是。第六名是开心，谢谢开心。第五名是信维，谢谢信维。第四名是草莓酱，谢谢草莓酱。第三名是熊熊，谢谢熊熊。第二名是怀怀，谢谢怀怀。第一名是尼哥，谢谢尼哥，耶、yeah ！
谢谢大家今天来看小青的直播，虽然只要短短的一个小时，那我们也聊了很多东西，然后刚才宣传了一波，大家记得要看哦。之后还有厌世先写真，现在也可以，就是现在有限定，好像到6月9号之前都可以预购，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预购。然后还有什么 mini concert， 我们 mini concert 即将到了，现在还可以吗？现在好像我不知道还可不可以，但是我们 mini concert 是19、20、21，然后下个礼拜好像是很重要的日子，还是很重要的日子，对，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请小青早点休息，对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边咯，我们应该是星期五吧，还是星期四，好像是星期四，就是下一次直播应该是星期四，哦，星期五，下周五会直播，那我们过几天再见咯，拜拜，谢谢大家啊，等你们 report， 如果你们想打的话，不想打也没关系，反正我还蛮满足我的 confession 的好吧，拜拜，大家辛苦啦，期待我们下一次的见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Uni Sakura， 耶，拜拜。